早安，成都。我们今天要去 City Walk。噔噔 ，Go。今天成都天气好哎。哎呀，早餐。花花我来了，不是张董的样子。今天我在成都是游客，哈哈哈。今天成都天气好好啊，是这样的，怎么了？大家都一起。抱抱他，他是有魅力的。他还一直是他吗？他腿好短。快点啊！他腿一下。哇！哦，你在干嘛？哇，看完雪花我要开吃咯。是这样炒的，哪个是炒的？这个，然后这个呢？粉蒸肥肠，粉蒸牛肉，粉蒸肥肠，粉蒸牛肉，这是猪血肚子，安毒的毛肚，毛肚。虽然说要点出了，但是我看还是有点感觉好吃。吃，不管。成都一天又结束了，什么感受？差不多了，不然真的觉得很不踏实。我到底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玩的？今天玩的太开心了，没有，就是想说反正有机会嘛，如果巡演可以到别的地方，尽量还是跑跑看看，感受一下烟火气嘛。今天就是一整天会在彩排啊啥的，那后天就是演唱，那至少感觉在台上的时候跟成都的朋友就会比较靠近一点。今天是可以做这件事情，那就走走看看了，开心啊！就要吃饭去，然后就要好好休息了，不可以玩太开心。演唱会见。Yeah.